诸位老师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是孔子诞辰啊，也是台湾教师节啊，承德在此啊，也是恭祝啊诸位老师啊节日快乐啊，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啊，福慧圆满，啊，阿弥陀佛。教师，啊，是个很神圣的行业，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我们。这一生呢，哎，遇到佛法，又是念佛法门呢，那我们脱离六道啊，往生做佛的因缘是成熟的。哦，弘基经居士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都很具足啊，这个我们要掌握住。哦，那往生是正住双修哦，啊，正修是念阿弥陀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哦，而这个住修啊，没有离开敦伦敬分呢。哎，刚好前一阵子，啊，在德国，啊，包含在英国伦敦，啊，跟大众交流课程呢，都是交流呢，啊，我们生活工作中啊，如何行菩萨道？所以印光祖师说，啊，在家人最大的功德啊。把下一代教好，啊，这个是最大的功德那我们想呢，当老师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哦，就是把学子教成才了，啊，学子懂得是非善恶了，啊，懂得爱人敬人了。哦，那这个老师的功德很大了。所以在《劝发菩提心文》当中啊，有提到了啊，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啊。那承德自己回想啊，还没有遇到老和尚之前呢。随波逐流啊，哦，被这个享乐主义啊席卷了，哦，还有功利主义，哦，都想着要做 top sales 啊，要赚大钱的，哦，那所以啊，老师的缘呢，啊，对于。对于一个人来讲啊，至关重要啊！这个若无世间师长，不知礼义；若无出世师长啊，不解佛法。有遇到传佛法的老师啊。我们才知道怎么出轮回，才会考虑这个问题了。哦，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了。我们连礼义都不懂啊，那跟禽兽的差别就不大了。就没有办法做天地人三才了。我们说侮辱自己的人格了。
哦，所以这么尊贵的三才的身份呢，哦，应该是可以爱人、爱一切生命，哦，而不是现在，哇，环境破坏成这个样子哦，或者伤害啊，很多生命啊，哎，造成自己呀，身体不好了。哦，现在的人啊，身体好不多啊。哦，有果必有因呢，啊，伤害生命了。哦，这个承德啊，小的时候也是抓很多虫啊，金龟子啊，种下这些杀业了。哦，所以。这个要承受果报啊！不过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啊，多做无微不至啊！哎，慢慢身体也能转变啊！啊，诸位仁者啊，看承德最近有没有胖一点啊？啊，有较行灵啊不？啊，这是闽南话啊！哦，所以这个要修因得果啊，还要多做一些无微不至啊。好，哦，那这个若无出世师长，不解佛法啊，不知礼义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益俗人？哦，那俗人就是凡夫俗子啊，只有一条路了，搞轮回了，没有第二条路了。哦，哎，我们现在遇佛法，可以成佛做主了。所以啊，在啊，孔子诞辰教师节啊，我们。一起学习啊，《太上感应篇》好，首先啊，我们感念了师长老人家的恩德，哎，当然，念他老人家的恩呢，就要报他老人家的恩，他老人家对我们一无所求啊。哎，那我们让众生欢喜啊，让我们的学生受益啊，这个一定是老和尚啊最宽慰的事情了。哦，所谓众生欢喜啊，佛菩萨欢喜啊，老和尚欢喜啊。而这个《太上感应篇》当中谈师道的句子。其中有一句啊，“慢其先生”，这个虽然是谈呢不能造的恶啊，但是汇编当中把师道当中很重要的义理都开显出来了啊。我们刚好遇到孔子诞辰啊，我们也一起跟着汇编来学习师生之道其实我们师跟生这两个身份都有我们是老和尚的学生我们也是所教子弟的老师而且君子务本呢。本立而道生我们是要先做好学生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因为我们自己是好学生，我们才知道怎么用身教言教来指导带动子弟成为好学生。
啊，那印祖也谈到啊，这个老师呢，啊，没有列在五伦当中，啊，因为他的角色啊，跟好几个伦都挺相应的。那我们从《论语》当中啊，可以了解到，啊，孔子说：“回也，事与由父也。”哦，所以这个师生关系跟父子关系很相应，啊，所以叫师父。哎，但老师啊，跟学生相处当中呢，哎，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啊，勉励他，鼓励他，啊，又有时候呢，啊，很随和。陪他喝喝茶啊，又像朋友一样，哎，哦，所以没有列在五伦了，但是呢，这个师生关系啊，好几个伦常的精神呢，在其中。好，那这个汇编啊，一开始提了。先生者，啊，我们翻了438页啊，我们就这一句啊，能感受一下，汇编呢，确实理跟事啊，汇集的非常圆满，啊，这个学下来啊，受益良多。这一句啊，也是我们熟悉的诗说的句子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哎，那我们现在，哎，每一天清不清楚啊？我们在传什么道？伦常大道啊。啊、哦，老和尚说：“敦伦敬分是大道。哦”好，啊，进一步，哎，他的家业家道怎么传？事业之道怎么传？啊、哦，人生怎么活得有意义？我们老师要传大学之道啊，菩萨道啊，给学生呢。哦，而且这个教学当中啊，身教者从，啊，言教者送。我们讲了，自己没有带头做啊，哎，学生会怀疑啊，没信心呢。哦，比方啊，我们跟学生说，哎呀，爱护地球啊，啊，不要浪费资源啊，结果我们水开得很大，学生。看到这些场景啊，心里打嘀咕了。哦，哦，哎，我们啊，哦，都很用心啊，做垃圾回收啊，这个都是具体爱护环境的表现呢。啊，哦，授业传授学业。解惑，解除他学习上的疑惑，啊，甚至于他人际关系当中的疑惑，哦，或者他人生的疑惑，啊，啊，我们被学生问问题呀，大家感觉如何？啊，会不会又来了啊？哦，这样可能耐心不够了。哦，啊，会不会说，哎呦，到时候他问我，我答不出来，多丢脸啊！啊，那这是好面子的问题。哎，哦，我们在教学的情境中啊，产生
这个烦恼情绪啊，哎，这个都是我们要提升的部分我们应该是 enjoy 享受教学，不能因为教学产生很多烦恼因为我们有一个榜样。就是孔老夫子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包含我们老和尚教学60多年不能怕学生问问题，要学老和尚老和尚，真心应对一切境界，自自然然。哎，随问随答，这是我们的目标哎，能不能达到啊？众趣缘以见机当然我们要观察哎，老和尚为什么能达到随问随答？因为老人家平常啊。心里呢没有妄念，心地清净。清净心一遇到境界它就起作用，就起智慧了。其实老和尚所表演的，佛菩萨所表演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本有的能力。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们现在把这些放下。你看六祖大师不识字可是他恢复清净心人家谁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了。真心跟佛菩萨是平等的。看我们有没有愿意效法学习。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人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容易把问题想通想到解决办法我自己的观察，刚睡醒的时候去洗脸刷牙，没什么妄念呢，突然好像昨天思考的问题想通了妄念越少智慧就能透得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和尚有，当时也是在英国汉学院，有把他自己修学的心得和盘托出，标题是"佛法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是真心，恢复真心。你真心应对一切境界，自自然然。不用多想。我们跟老和尚学，越来越像老和尚。不能一下子七入越来越像。那我们自己的观察的更深入一点。有时候人家一问我们问题我们马上怕答不上来，那个一怕头会怎么样？有点昏了，因为起恐惧害怕了，这种烦恼就障住你的智慧了，这个时候，能赶快念阿弥陀佛把这个担忧恐惧扶住，深呼吸，内心念念佛不要人家问你问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家不了解你啥意思，深呼吸
哎，有可能你心一静下来，哎，老和尚教的东西呀，你就浮出来好，还有一点呢，夏老说道在平常中，啊，我们用平常心应对就好了，啊，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怕没面子。哦，因为承德当时候到海口刚好跟一个小学同学通电话，他听到我在跟大众啊分享《弟子规》啊传统文化，他说：“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哎，你不怕人家把有问题给你问倒啊？”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我就说：“哎呀，你问的太好了，我去请教我的老师啊，我下一次回答你，哎，你也尊重他的问题嘛，啊，没什么好怕的啊，怕烦恼自己想出来，平常心应对就好了。”那我这同学又说了：“那你假如遇到比你更厉害的怎么办？”我说那更好啊，我就不用讲了，就请他上去讲就好了。哦，我随喜功德哦，哎，也没有不好啊。哦，而且讲课耗气啊，随喜功德的，鼓掌就好了。哦，而且鼓掌对身体有好处啊。哦，所长这个反射点通往五脏六腑啊。哦，所以你平常心应对呀，哎，其实就是很真诚去应对学生，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也表演，哎，我们没有打肿脸充胖子回答别人的问题。哦，哎，不懂的，哎，赶快去请教，这个都是给孩子的示范好，所以。啊，我们有很多烦恼叫自造紧张啊，自寻烦恼了哦，用平常心就好。好，那接着讲了，父母生我之身呢？啊，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呢？犹必先生呢，成我之学呀。啊，一定要有老师成就我们的。道德学问，啊，这个"必"字啊，我们也不能忽略《六祖坛经》里面讲，威应王佛以前呢，有无师自通的；威应王佛之后啊，就没有无师自通的。大家注意啊，现在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所看过的邪师啊，都没有说他有跟随过哪一个老师学习，啊，都是哇自己突然多厉害了，哦，那大众看了就哇敬佩的要死，哦，所以六祖坛经啊要会判断，啊，建立我们的判断力。当然，啊，菩提道上啊，诱惑很多，啊，一不小心啊，也容易染着。哦，所以老和尚说，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述而不作，性而好古。哦，我们不能都说是老和尚的弟子啊，还不知不觉呢。讲的跟他老人家教的不相应了，做的跟他老人家教的也不相应了，老人家有一个专题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那个也是提醒我们教学者了，毕竟啊。
我们是成年之后才学的。啊，成年以前呢，啊，也有一些染污，也有一些习惯，哎，我们得高度警觉看，哎，自己在处事待人，在教学中啊，啊，不能被以前养成的习惯呢，给控制住了，给拉走得看，哎，自己的言行符不符合三根的标准。啊，符不符合？哎，心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行善符合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符合五伦八德。当老师符合这些心行呢，哇，那每一天都是积功累德。啊，每一天增长孩子的善根呢？啊，那不符合了，那可能我们好心啊，但没有注意到有随顺习气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孩子的信心呢。啊，我观察啊，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蛮大的比例呀、啊，对传统文化没信心呢、啊。哦，因为父母老师假如没以身教啊，而是以言教啊，他们要建立信心不容易了。哦，所以古人说：“身教者从啊，言教者诵。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哦，所以这个必先身成我之学啊，我们要慎重这个啊，要有师承啊，要有老师所以呢，他的尊贵啊，老师身份的尊贵呢，跟父母亲、跟君王啊，是并重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啊，知恩报恩啊，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啊，哎，没有他就没有我的，哇，那这个恩德很大了。你看，没有父母生育养育，没有自己啊，这个恩不能忘啊。哎，老师的教导啊，包含国君啊，他让整个国家安定了啊，那在古代。十军之禄啊，啊，公务员拿皇上的俸禄了，啊，哎，这一份恩情啊，不能忘，这个福田先耕哦，啊，哎，时代在变哦，哎，可能有人，哎，对领导啊比较不恭敬了。可是他吃亏呀！啊，我们不受风气影响，啊，我们对父母、老师、领导，我们还是恭敬，那是有福报的人呢。因为这个五伦大道啊，是超越时空的大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说哪个人创造的，那个都是天性流露的。我来看孩子出生了，来到父母的生命中，我们看那个父母看到亲生儿，那眼神的慈爱，小孩看到自己的父母，那眼神的欢喜，这是天性。你看古人传了几千年五伦八德，哎，你再给他加一点，怪怪的，你给他减一个也不行。哦，你看跟真理相应啊，不能增，不能减。哦，就像佛经啊，你给他加一个字，画蛇添足，啊，你减一个字也不行。
所以我们不受风气影响，庄身于千古圣贤之列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不能随波逐流。我们在五轮当中啊，练出我们的真心，这是真对得起自己的佛性了，真对得起佛菩萨、老师、父母的教导也对得起曾经护持我们的因缘呢。好，那我们看轮长当中都有练出真心的榜样，大顺，在恶劣的家庭关系，照样不影响他成圣哦。所以，净缘无好种，净缘也不可能障碍我。好丑起于心，障碍也是心造成的。我们一觉得别人错了，就会形成对立了。顺往没有对立，都是往内，还是我做的不够。所以最后呢，最后把他父母啊。弟弟都感化了，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父母这样对待大顺呢，他也没有对立哦。所以，我们看到圣人留下来这些公案呢，那我们拉回自身。这个抱歉这不能等到冷了到时候受寒。我好不容易攒了一两公斤这个不能再给它退回去好，那我们看这个顺王没有对立那我们现在在伦常当中啊。有没有闹不愉快？摩擦了。那老祖先提醒我们，一个巴掌拍不响哦。大家认同这句话吗？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朋友。我这个。最近的医生把脉好像心上有点压力为什么呢？因为4个月之后要考英文不是4个月3个月之后要考英文very exciting 挺刺激的教学任务也不算轻松还得每天学习英文因为我的。跟人家说不能挑境界你看马上境界来考我 自己讲得很轻松这个境界来看自己练得怎么样好那这个这个古人留下来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闽南话说的半斤八两半斤八两，可能是什么？你错5分，他错5分，甚至于你错2分，他错8分。可是你一批评他8分呢，他会怎么样？他会批评你2分。那就各相则天翻地覆了。你错2分，你还反省这2分呢？触动对方的善根，
其实人心上都有一把秤的，他真正静下心来，夜阑人静啊，他也会关照到的。他只是面子一下拉不下而已啊。假如错的少的，还反省自己啊，能触动对方的善根。哦，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呢、啊，但恐诚心未至啊。哦，所以各相则天清地宁啊，对，各自则了，就天清地宁，各相则天翻地覆了。哦，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现在遇到的境缘呢、啊，跟我们的心是一，不是二啊。净缘是依报，随着我的正报转。我用妄心，我指责的心就调动对方，也指责了。啊，我们内省之心就调动对方的善根。所以在人伦关系里面呢，假如有一方全错，一方全对啊，结果这个就是全对的人变圣人。便留名青史了。你看阿斗跟诸葛亮，诸葛亮变一代忠臣了，他也没有吃亏哦，他庇荫后代哦，哦，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因果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哦。那哦，我们看到啊，这里讲了，经人呢严师教子啊，聘请老师来教孩子呢，啊，往往多出虚文，就是比较虚文，就是表面的一些礼仪啊、形式，然后呢，当然哦。这个礼不可废呀！啊，礼者敬而已呀，把那个恭敬表达出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啊，多次提到自己到学校读书，7岁当时候父亲带着他给孔夫子行3跪9叩。紧接着又给老师行3跪9叩礼。啊，老和尚说，对他一生影响深远，对老师不敢不恭敬。因为父亲都这么尊重老师，他怎么敢不尊重？哎，这个礼仪啊，利益了老人家往后人生。遇到这些良师益友，尤其3个老师，你看恭恭敬敬啊，用毛笔写信呢、啊、给方教授。哦，方教授一看，哇，从字里面就看出这个学子的心呢、啊，就把他邀请到家里来了，这都不是偶然了。所以，这个我们中华文明是礼义礼乐文化，所以这个礼对人心产生的教化力量很大，所以学校当中啊，我们可以简单隆重大家都能接受的，像我昨天也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弘一私塾他们开学了，他们也差不多半小时我看这孩子们都穿着汉服啊，很定半小时，简单、隆重、恭敬、祭孔，还有开笔礼。
在孩子的眉间用朱砂开启他的智慧。因为他一开学，他的态度就是很慎重、很恭敬。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你不能，第一天上学了，草草率率的，连起立敬礼啊，跟老师行礼都没有，哇，这慢慢就轻慢了。所以礼不可废哦。我们可以调整，可以简单一点，但是不可能都，不可以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些故事啊，再拉回来我们现前的教学现况啊，都是蛮重要的提醒啊。我自己第一次的参与礼仪就是祭祖啊，在2004年初，除夕呀，祭祖。哇，我们好多男同仁都流泪了。哇，真的感觉你一诚心啊，哎，祖宗的护佑真的马上就到了。我们当时候在马来西亚办祭祖，我们单位里啊好几个同仁姓黄，黄香的后代，一查资料啊。同一个祖宗，叫18子，因为他们的祖先呢，当到部长级了，很成功，很可贵啊，他不希望孩子啊，都依赖他，他有3个太太，生了21个儿子，然后打算呢，让儿子呢，都自力更生。跟3个太太商量，后来3个太太留了自己生的第一个儿子，其他18个自己自力更生，后来就发展到这个沿海呀，福建、广东啦，甚至到东南亚，结果我们好像有4、5个姓黄的同事，一翻开族谱。都是18子的后代，所以这个祭祀的礼仪啊，是感应不思议啊！当时候祭的时候，同仁就看到啊，他们的祖先黄香啊，哎，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祭拜了，所以这些。拜师礼呀，开学礼呀，这个祭祖啊，这些礼仪啊，包含婚礼，哎，那所形成的磁场啊，都能达到摄受人一生的效果。那像。我们这个慈善基金会9月初因为疫情啊，停了几年在桃园孔庙分享传统文化那前不久又开始复课了希望诸位仁者我们一起努力台湾的孔庙啊，都把它用上。站在孔夫子的神像面前，因为这个10几年前陈德也是在孔庙面前讲了一个专题，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哎，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呢，我们得把祖先的、把祖师的东西，哎，承下来，再传下去呀。不能断在我们的手上啊！
啊，人有善愿啊，天必从之，啊，所以诸位仁者发心啊，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认真教学啊，自然会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领悟，哎，有机会了，哎，可以去供养同道啊，教学的同道。其实啊，教学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不只是老师。只要你这一生呢，你想要爱人，想要利益人，那不可能不懂教学。啊，哦，所以老和尚说，儒家的三宝啊，君、亲、师。啊，你今天当个叔叔，当个阿姨啊，你想要当好啊，你还是要君亲师的精神要做啊。嗯，因为君呢是以身作则，你今天要去利益一个人，你不以身作则啊，他不信任你了。所以。君子信而后见呢，他信任你，你才好劝他，才好护念他呢。哦，那你以身作则，哎，他对你尊重、信任。啊，第二是做之亲呢，你要爱护他。哦，这个也跟信任有关。哎，他就会觉得你都是为他好啊，这做之亲呢。哦，还有做之师啊。啊，你帮一个人要很有耐性啊，要抓一些机会点呢，来引导啊，哦，来启发他，哎，都要做之师哦，哦，所以这个君亲师是我们这一生啊，尤其我们学佛了，要行菩萨道啊，那铁定我们的心行呢，要符合君亲师的精神。我们才能利益到对方啊！哦，所以虽然是教师节啊，但怎么做之师的精神，应该是任何人，尤其是佛弟子啊，都应该掌握住的。都应该善于观察，哎，观察老和尚怎么做之师的。哎哎，柔软、善巧。耐心，循循善诱啊，又很幽默，哎，哦，当老师的人不能说，我就是幽默不起来，哦，那就是太有性格了，啊，我们要在老师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好像经典里没有说哪尊菩萨很有性格啊，啊，因为有性格啊，就有棱角。有棱角啊，可能会伤到别人，哦，要把棱角磨掉。好，哦，所以这个礼仪的形式啊，对人还是产生蛮大的教化作用。哦，所以这里讲多出虚文了，哦，那就是。这些形式、这些礼仪啊，都做得太表面了，好，然后又吝啬钱财，然后欠缺礼数，对老师不够恭敬了，又表现在甚或言辞不逊，言语很冲，然后体貌反常，就是一点。礼貌尊重啊都没有了，哦，有心遗落之啊，这遗落是瞧不起老师了，哦，那这些对老师的态度就不妥当了，哦，那此辈
故去禽兽无几了。啊，等于是我们不孝亲尊师啊，那我们等于是侮辱自己的人格了，因为做人的一个大根大本。哦，那这个汇编呢？我们看到呢，他在论理的时候啊，都比较全面。你比方论到，哎，对老师的态度啊，也会拉回来，那自己当老师要是什么态度吧？大家觉得这一点重不重要啊？我们去感受一下人心啊。比方说前面一段讲了，应该怎么尊重老师啊？可能家长心里就开始嘀咕了，是吧？哦，哎，你后面再补一补啊，我们当老师也应该怎么样？哎，人家心比较平了，哦，所以出言要顺人心哦，你不能一讲话，哎，女性应该怎么样啊？你这个话讲，所有的女性呢？这个都等着你，有没有讲讲男人应该怎么样？啊，假如都没有讲啊，可能你刚刚那一段话他有点吞不下去了啊。哦，所以你看《太上感应篇》，这个都很符合人性，男不忠良啊，你看把男要摆前面啊，才是女不柔顺啊，你看这个次第还是很重要的。你丈夫爱敬太太了，哦，那你夫妻关系好啊，你孩子就很安定，很健康成长，哦，那就家和万事兴了，哦，这有一段对于夫妻相处啊。啊的叙述啊，哎，它就形成不同的家庭氛围了。好，哦，所以这里提了，至于先生者，当老师的人，开悟小孩呀，开导、启发小孩，这个阴德是最大的。岂可受人束修供奉？怎么可以接受人家供养这个束修是给老师的礼金在孔子那个年代十条干肉其实最重要的是礼敬的心那个在那个年代，这个都算不昂贵的东西的。老师要的不是那个东西，是那一份心甚至于学生比较穷啊，那孔子都会接济他了。那而放纵不言，就是你接受了供养了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学严师才能出高徒啊。你都放纵了，自令人才有不成之患，成不了才了，甚至也代做刻意，帮学生做功课，做一些记忆，这个都不妥当了，其实我们这么做了，那。教给小孩什么了？不是教欺骗的吗？欺瞒父兄，欺瞒人家的父兄了，贪图财物，财帛帛是布匹了，贿买功名甚至还贿赂看怎么买到功名。哇，那假如老师这么做了。吾不知其报应，又当何如了？
那这个是断人慧命啊。哦，那比杀人生命还重了。啊，承德之前听老和尚讲十九层地狱的故事啊，印象也是很深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呢。啊，我们真心去教，啊，虽不重啊，亦不远矣，也不会偏太多。哦，所以轻慢老师啊，固然是不可以的，而老师自己的行为不尽责而被人家轻贱呢，那这也是不应该的。啊，那我们现在面对五伦关系不协和我们不要去要求，也不要去指责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我们自己先带头，尽本分做好就对了只要我们真心去做人之初，性本善。跟我们接触的人的善根呢，自然会唤醒。下一个故事是汉明帝。这是皇帝明章之治。东汉明帝章帝创了一个盛世我们从这个事例也看到盛世的条件之一，尊师。他以这个桓荣为老师然后非常的真诚恭敬。那皇帝呢？刚好到了这个太常府去找自己的老师而且呢，安排是老师坐在东边，东道主。他自己虽然是皇帝，他坐在这个西面，所以这个不以君臣之礼，对老师很尊重，而且设机帐，因为年纪大了，这个体力没那么好，设一个机帐，机就是他可以靠着大家看古装片应该有看吧来，赶快呈上比较老的臣子来都替他设想得很周到而且还让百官过来一起礼敬自己的老师为百官尊礼之你看由这个皇上自己以身作则来带动全国那我们汉学院的老师尤其前几年都是老和尚亲自聘请。哇，老师们来到汉学院真的是尽心竭力常常都谈到老和尚对他们的礼敬这个每一次都是一定要送到电梯口都是一直表达对老师们的感谢那个像王惟用老师就提到了他跟老和尚表达他现在的因缘能够护持到什么程度老和尚说你的付出已经远远超过我的希望了都是表达那份感谢要看朱教授朱嘉玲教授明年应该是80岁了他到我们汉学院5年多尽心竭力而且是
夫妻一起来。哦，我们感谢师母啊，给了我们传统女性美德的榜样。我们汉学院是女众学生比较多，哦，百闻不如一见呐。哦，我们传统女性都是像大地一样，功劳很大，从不居功。啊，每个学生都得到他的照顾，然后他都说啊，都是同学们照顾他，都向同学们、向老师们学到很多，那种谦退呀、贤惠啊，这个亲近过的学子啊，都是终身难忘，所以你。学子们能得到那么多老师栽培，都是因为，老和尚尊师啊，赶来，这些那么好的老师缘，所以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团体呀，尊师那你家庭团体的子弟，同仁呢，就有福报了。好，哎，我们来看这个宋游柱杨时他们呢一同向陈仪我们说二陈这陈浩、陈仪学习有一天呢去见老师了结果这个陈仪刚好呢，闭目养神呢，一下子给睡着了。两个学生在旁边呢，站着。看老师睡着了，应该也体会啊，老师平常教学辛苦可能学生看了，哎呦，能睡一会挺好，所以，可能心里还觉得。让老师多睡一点所以就站在一旁。后来这个陈仪既觉醒过来了发现呢门外的雪就是他在打盹的过程呢，刚好下雪了深尺许矣就积累快积到一尺了。那么高了，所以这两个学子呢，毫无惰容，没有一点怠惰，不耐烦，所以职恭愈敬，越加恭敬、谨慎，那他们也证明了，应祖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了。得十分利益了。所以二子遂传联络之学。这个理学分四大系这个联呢是周敦颐所传络。是二陈陈浩陈仪所传，还有一个是关，是张载所传，还有一个是敏，是朱熹所传，应该是在福建好。这是对老师很恭敬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你看每一个例子彰显的点都不一样宋朝这个读书人彭汝立他向
泥天影学习。礼事极恭对，侍奉自己老师啊，非常恭敬。然后后来呢，老师夫妇啊，都去世了，没有孩子。那他当学生呢，就亲自为老师啊办丧礼然后又把老师的女儿啊。的婚事安排得很好，嫁给当时候的进士也是很成功的读书人宋焕。哎，这是什么？哎，真的是师徒如父子啊，演出来了，而且呢，告慰老师在天之灵，老师可能会担心的，他把他办得妥妥的。那我们看到这里拉回来，哎，那我们现在怎么告慰老和尚啊？我们在一条龙学校里面好好教啊，哎，老和尚晚年说的，现在求的没有别的，叫儒释道传承的人才呀。可是人才要从小啊。所以诸位老师，你们太重要了啊！幼儿园、小学，越小越关键了。少成若天性啊，习惯成自然。当然假如让我可以选择我会选择教幼儿园我现在没得选择。看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愿意接我的工作啊？好，我到幼儿园去。越小啊，越容易教啊，可塑性很高啊。哇，你看那昨天拜师，你看那两三岁的傻傻的，很天真。好。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啊。宋岳武穆岳飞他向周同学习，师周同老师教他呢射箭呢。你看他能够挽弓300经呢，老师传给他的技术后来老师去世了，你看岳飞这种尊师的态度，朔是初一啊，望是十五，初一十五来，一定在老师坟前恭敬的祭拜，而且是跪拜礼，都是感念老师啊，的痛哭流涕。而且还在老师坟前呢，拿着老师送给他的弓，然后射3箭之后才回，这也是表什么？时时不忘老师教给他的东西，不能教了我们不好好用啊，到最后都忘了，那就。太可惜了，好，所以我们随时提起老和尚的教诲这个是真正报他的恩德了，依教奉行了，这个是对老师最好的供养，好，下一个。事例一个农家生了儿子，这个当父母的呢，希望孩子读书啊的心是非常切的，希望好好读书以后成才啊。但是呢，这个农家的父母啊，对待老师啊，就很
啊，太简单了，太随便了。哦，老师到家里教学，啊，给老师吃的都只是很简单的菜。哦，然后呢，给老师的束修啊，都是用那个破碎的银子，啊，这态度上就轻慢了。那这个老师也可贵，他还是尽他的心来教导，而且还教了蛮久的时间。那这个孩子呢，他看别人的文章，啊，人家文章写得很好啊，哎，他也都能看得蛮明了的。可是自己做文章啊，就做不出来，一无可取。哦，所以就。这个事也是很奇特的啊，后来还是教不成，啊，什么事都有因果，你轻慢老师是因呢，这不可能得到孩子学有所成的结果了，后人务农，好，这个啊，下一个事例呀，哦，那这个是。对老师更不恭敬了啊！有一个老师，个性啊比较胆小、多畏啊，比较胆小。结果有一个学生呢，就比较聪明啊，顽皮。啊，他就啊，胡子啊，做巨人头啊，在夜里面呢，啊，在墙外举起来啊。吓老师，啊，结果老师看了就很恐怖啊，啊，就跑，吓到跑掉了，啊，然后到了朋友家，就病了3天才起来，啊，而且吓得太厉害了，不敢再到学校去了，啊，结果这个徒弟呢，哎，后来又到了这个墙外。也见到巨人头，啊，他本来想说那是自己做的了，哎，比较近的去看呢，哇，那个巨人头，哦，眼睛会动啊，胡须也会动啊，哇，都把他吓到，啊，惊扑而死了，就吓死了，哦，因为你做的事情啊。太折自己福报啊！啊，古人留了一句话："入尽人亡"啊，你把福报都折完了，就有祸了。好，哦，那这个这几个事例呢，哦，接下来谈的事师之道，侍奉老师。的方法啊，就要像啊子弟侍奉父兄啊，哎，走路的时候啊，跟随在后面啊，老师坐下的时候可以立在一旁在路上遇到老师啊。哎，要正立拱手啊，这个拱手啊，表示尊重。你比方你跟老师出去啊，老师还没坐，你不能坐，就很怪了好的，长者立，幼勿坐嘛，长者坐，命来坐啊。那老师在谈话的时候呢？轻耳，虚心，陈德有观察，亲近老和尚的时候我们一些弟子看到老和尚也很激动，可是呢，好不容易有亲近老和尚的机会啊。但是老和尚讲话的时候啊，
看我们有些弟子表情啊，都在想其他的事儿，不是很专注在听老人讲，哦，那就很可惜了，哦，所以修学啊，不能是靠那种情感激动啊，哎，你要理智的，你要什么？你要有愿力的，哦，你亲近老师。你是要去利益众生的，那你有这一份心，那听老师讲话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愿意漏掉啊。哦，所以言谈者亲耳虚心啊。哦，那悔令忧于而不义。哦，这个是老师受到灾祸。和忧伤的时候，啊，要感同身受，啊，吉凶祸福已与同。老是遇到吉凶祸福啊，跟他同进退，同感受，生则礼言跬步，啊，老是在世的时候啊。啊，侍奉他呢，啊，能端严的礼节，啊，不可逾越规矩半步啊，跬是半步，啊，死则心伤3年，啊，若此则树基矣，啊，是老师走后呢，心中所伤3年，啊，能够做到啊，刚刚所谈的这一些。态度、行为啊，哦，那是差不多啊，数据也就是差不多啊，尽到了啊，侍奉老师之道了。啊，这个啊，接下来呢，是举了当老师的一个榜样啊，王某训诲同盟啊。毕竟心力啊，修福不济啊。这位王老师呢，啊，他教导儿童的时候啊，一定尽心尽力。对于老师的这个素修啊、礼经啊，从来不去计较。而且每曰。天地君亲师啊，五者并列。这个天地君亲师啊，这个神位啊，在我们传统当中啊，都是放在祠堂啊，因为这五个角色啊，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恩德。所以是同等的重要啊！啊，童子一失是我啊，则终身成败，荣辱据我认知。这个小孩啊，以我为师的啊，很可能他终身能不能成才？啊，能不能成一番事业？哎，跟我的教导啊，很大的关系了。啊，当然，啊，大家听到这里吧，哎呦，我肩膀好重啊。哦，哎，我们尽力就好。啊，因为我们对学生呢，主办圆融。啊，主呢是每个学生自己啊，父母、老师啊是他一个助缘伴啊，我们只求啊尽到我们的心，这个就功德圆满了。当然这个助缘不可少啊。所以杨雄说：“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
因为越小养成的习惯，可能就影响一生了。那当然哦，我们在应对因缘的分寸也是要拿捏好你不能啊，比方说这孩子十五六岁了。他还没有发愿啊，要考英国汉学院，哦，然后你就一直让他要继续学，那等到他23、24岁了，又没有考上，到时候他怨你了，你不能强求的，哦，说不定他是。下一个稻盛和夫先生嘛，什么行行出状元，你不能产生控制要求，这些分寸呢、要拿捏好，不然哦，跟人家结怨哦。哦，老和尚有时候，我们处事啊，有一个原则，不能跟众生结怨。我们要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你跟人家结怨，不就又搞轮回业了吗？哦，所以，缘分啊，胜于死。哦，你不轻易收，收了你认真交。你不要收了，又说把人家赶走了，那就结怨了，对方又不理解，所以你收了，后来他有一些情况啊，那也是一开始你收的，你不能这个不欢喜了，就把人家辞退了。人家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铁定跟人家结缘。并不是说你不能处罚，你都没给人家讲清楚，问题点出来。还要表达什么？随时欢迎你再回来。只要你面对自己的问题去改正，欢迎你再回来。不能情绪哦，老师一情绪啊，铁定跟人家结怨的。而且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要守中恕之道。你要让人感觉你是严以律己的，宽以待人，人家心里才不会怨。恭敬后。这个存心，你才是哪怕你教书教了一二十年，你的心要跟经典相应，才在师道当中。不然你教了一辈子，你的心行还是跟师道不相应哦。那佛法重实质哦，不重形式哦。所以这个。传统里面最核心的心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恭敬后忠，薄责于人，这《论语》教的，薄责于人恕，则远怨矣。你就远离别人埋怨你好。所以这里提到啊，若不尽力、尽心竭力啊，误人子弟啊，那跟庸医杀人呢、等罪了。哦，你看古人就这么讲了，所以老和尚讲了，堕失九成呢，这是确实很有道理。你得人生闻佛法不容易哦。一个人生命结束了。他没造什么业，他又投胎来了。可是他要遇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这不容易的。啊，我们要好好传道给他，啊，又喜为童子讲孝悌故事，做人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哦，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很正确，曰学者，一个学习的人，啊，应该要啊，先心术而后文艺。先敦本而后思人，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你这个先后反了，人才培养不出来哎，先教存心，然后再学文章，记忆，不然不先教存心，我们。这个推广传统文化啊，有一些先驱者，哎，他们教着教着遇到瓶颈了，去请教老和尚。哎呀，怎么背越多啊，反而对老师父母不恭敬了，就没有考虑到他的心术的问题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了。他对老师、对父母都傲慢了。哦，所以这个颠倒了，是培养不出人来了。哦，那先敦本啊，巩固他的本性。哦，然后再谈及啊，施行仁德。哦，那巩固本性就是孝亲尊师是最重要的。哦，老和尚一直在护念我们，从这里开始啊。好，如孝悌有亏啊，孝悌没有根基了，所以才华正事不足重也是没有用的。哦，结果他到了晚年呢，一生尽力教书啊，哦，可能也是老来得子啊，升了文康公，等于他的命运转过来了。人以为。善交之报，哦，所以他的孩子之后也是成为一代名臣，封为文康公了，接着提到了近来师道临沂临沂就是走下坡了，这近来你看古代也是在感叹呢。当老师越来越没有像老师的样子了。那真可痛哭浩叹，令人感到伤心流泪悲叹呢。没有思考误人子弟。一定会受到神明的谴责没有这样反思了。哎，过去有一个读书人，年纪已经60多岁了，对他的妻子说哎呀，我虽没有得到发达就是没有考上功名但是还好我一生。都在当老师，有一个教师的职位所以我也可以成家立业了，他还有一点自满了，也还不错。晚上梦到他的父亲责备他，如本是考得上进士科第的人呢，只因为你在教私塾的时候常常不够尽心还旷职，没有在教室里教孩子的，所以文昌帝削去贵籍，就是把你的功名削掉了，你还在这里自己夸口，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
哦，所以观此啊，误人子弟者亦为矣。就是误人子弟啊，还是很折服，很危险啊。所以我们借由今天这个教师节啊，孔子诞辰啊，我们把这一句啊跟大家做个交流啊，我们怎么为人师，怎么为人学生。啊，都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示，啊，也相信啊，我们好好当老师啊，我们这一生啊，能够积功累德啊，献身攸入圣贤之域啊，报尽高登极乐之乡啊，也可以像刚刚这一位王老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给后代做好榜样啊，积很大的阴德啊，庇荫后代啊。好，而尤其这个时代哦，比孔子那时候还难哦，所以这个时候静心教书啊，哦，那个功德不亚于孔子啊。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啊，欢迎困难，欢迎困难。跟大家共勉，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